这样是绝对安全的。好，我们再裁剪一下这个道路。负五。这个叫反，好，我们保存一下。这样我们两个都做完了，两个开错。好的，我们建个文件夹把它放进去，便于我们后期处理。好，粗。精。保存，好，我们激活第二把道具，激活第一个坐标系，进行加工。好，现在把这个道具不让它显示了。现在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旋转加工是没法做的嘛？因为，那我们就需要一条参考线来做。好，那我们把参考线找进来。我们首先不要激活这个坐标系，还是使用原来这个坐标系，因为我们参考线是依据那个坐标系来画的嘛，在犀牛里面。产生一条参考线，然后点插入文件，我们找到了一个 IGS 文件驱动线。好，我们看到这条黄色线已经出来了，这就是啊。好的，激活第一个坐标系。然后这个开出完了嘛，因为我们这个坐标系。是这样子放的，这个驱动线，所以说这个坐标系走的话，应该是也能走，我们试一下啊。好，激活这个坐标系，好，我们点这一个，我们在走之前先把它保存一下子，我们点这个投影曲线进加工，好，曲线一，然后螺旋，这个布局的话，我们先选五个。这个为了节约点时间啊，这个不节约，反正能先这样。然后这个采用这个我们也要注意采用圆柱体哈，它是朝向 X 轴的，这个没错。好，我们计算。然后切入和切出值，这个刀轴一定要记住，刀轴是朝向直线了，朝向直线 X 是这个一就代表了矢量，一就代表了朝向 X 轴。好的，我们计算一下看一看。看到很不错的一个道路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前面这一块我们可以稍微再裁一下子，这个根据自己的需要，这一块最好稍微裁掉一点，不让它就是说切到这个面上，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那一个就是说顶针嘛。现在我们留个0.15，0.5的，我们0.15也可以吧，这样计算吧。好的，我们的 CV 再等待一下了。
好，我们看到马上就要接收完了啊。看到它这一个头上这个地方就抬刀很多了，这一块正是我们所不需要的，我们准备再将它截掉。好，我们裁剪一下。好，这一块我们先不要了。当然，这个大家都就截的时候根据自己的需要哈，看截多少合适。我这是做示范嘛，所以就大体一看就选中了。好，然后这一块也是。其实这一块跳刀还是比较多的，它这样转过来之后，绕着这一块加工，事实上我们让它到这儿一般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保存一下先。这一个，说实话，它也不影响，就是说这一个加工使用。如果大家想再修改一下的话，也可以，可以就是说让这个圆弧大量减小。不过这种办法的话，它对于这种一般的这一个控制器来讲的话，它就没法只是输出 G1 了。这个方法可以教给大家。当然，这样做100%是不影响使用的啊。然后直接点这个，然后我们把把这个连接给它改一下子，切入、切出和连接，连接，我们这一个长略过，短我们直接让它在曲面上，看血管会不会好一点。在曲面上也是可以输出 G1，但是你要使用圆弧的话就不行了，因为它存在一个 G02、G03 的圆弧连接。这个的话，只是后处理的话，就是说强制你输出 G1 的话才行，但是我们一般都不强制。因为有一些它是存在于螺旋下刀之类的，点接受。好，我们看并没有改进多少。好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我们把长短分界值改一下子。没有，这边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了，这一边，但这一边的话，它这个长短分界值看着还是要大于50的。这个当然也有，这边也已经改善了，上面这些小的也已经改善了不少。这个的话，我们暂时就先这样，不去管它了。好，点保存。好，这一个路径我们就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把它开始进行后处理，产生 NC 程序。然后输出的时候一定使用这个正的坐标系啊，然后找到后处理，找到这一个改好的，然后这个改成粗，哎，改成打错了粗，又用接受，
这个产生独立的 NC 程序，设置后处理，好，先写入。已经处理完毕，这一个精加工的接受，粗加工的我们也处理一下子。我们没把刀落加进去，我们把它增加到 NC 程序。他说无激活的 program 在，我们把这个激活增加到 NC 程序。好，我们看到已经过来了。先设置，然后写入，好，关闭。打开路由器扶手，好，我们仿真一下子。问题，新加工，仿真一下子，好，没问题，就是头上抬刀太多了。这个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优化，也可以，就是说大家采用这一个，把这一个它这个曲面值再设的高一些，那个连接值，好，没问题，关掉。好，这一节课我们关于这一个图形曲线这种扶手类的加工，包括一些人体，就是说它这个曲幅比较大的这种，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来加工。好，这节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